如果徒步旅行，你觉得怎么样？如果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如果是一趟躺着不动的旅行呢？如果一路上我们一无所有呢？咱们这是去哪儿？我怎么知道？萨瓦迪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泰国。道明寺，我躲山菜才不是好欺负的。我来了，我一定会做出更好的舞台，不会让喜欢我的人失望。我想问，请问怎么样才可以做自己？这么生硬的话我就不要了。行了，我也不装了，我的任务就是要大家夸我演技。其实人生有很多种职业可以选择。嘎扑，你看扑风就是咚，瞎子摸象，心马牙，你牙是什么东西呢？一步一步走一步胜一步。青春环游记第四季义父主题季的旅程即将开启，第一站义父俱乐部的成员们来到了被称为千年永宁的台州黄岩。黄岩物产富饶，是著名的中华橘园，黄岩蜜橘驰名中外，这里经济发达，模具产业蓬勃发展，被誉为模具之都。在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义父俱乐部的成员们将会遇到什么呢？这次旅行的一开始，我们就请大家放松一下，去做个按摩吧。我觉得没这么简单，是不是有鬼啊？这是真的按摩吗？可以可以。哇哇，这个感觉真的好舒服啊！我都不敢相信给我们真的安排了按摩，而且是真实的按到现在。对啊，不敢相信。绝对专业，宝宝，宝宝，我这手法是不是一捏就知道？这一捏就知道，一上手就是少林功夫的手。王牌技师申请出战。他们肯定没有做过这个按摩。啊！哎哎，哥，啊啊！你是在搞八爪龙中？就是感觉很不错。哎，一身汗，可以。哎呀，哇，按摩完了好爽啊！来，我们放松一下，来喝一口更好喝的鲜牛奶月鲜活吧。月鲜活是0.09秒瞬时锁鲜，留住牛奶原本的味道。让我们和月鲜活一起开启鲜活青春之旅吧。哇，好好喝。衣服呢？衣服在这儿，放在边上的。衣服呢？没有。衣服呢？有吗？真的不见了。我拖鞋都不见了。哎呦，谁拿走了？被我猜对了。参观老师你好，请把你们的衣服放在那个一楼里面。衣服？对，你把你衣服我手机放这里面啊。不是，感觉为啥非得放这个楼里呢？是不是有鬼啊？不管了，先睡一个。找衣服，谁给拿走了吗？
我就听到稀稀嗦嗦的声音，我就知道有事儿。哎呦，衣服没了，那我们去哪儿拿？为什么偷我那衣服啊？那我们不客气了啊，从衣柜里找到了这个。还幸亏人家有帽子，你可以把这个，一会儿出去外面风吹日寒的。变身成功。你要不要抱上你的仙人掌？哎，走吧，出去找衣服吧。那个红色的是什么？哎呀，你们也这样子？他给我留双鞋。你太逗了，你像两个火柴棍儿一样。这腿，天地哥，你为什么还穿着毛裤呢？哎呀，忘脱了，刚刚按摩的时候忘脱了。我跟哲远都穿了。他也是两个火柴棍儿。他比我还狠。哇，你也穿毛裤啊？那咱们走吧。哎呀，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啊。哇，外面好美啊！哇哇，好漂亮！哇，天哪，好冷！各位好啊，各位好啊，是不是没有衣服穿了？我们不光没有衣服，我们还没有裤子。天哪，好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青春小铺，好多生意啊，嘉玲姐，卖啥的？青春小铺，青春小铺，就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会出现的青春小铺。啊，现在大家都没有衣服穿了，也比较冷，然后呢，我们就出来了。我是小铺的店小二，我叫白小白。白小白，这是我们的店长李嘉玲。嗯 ，Hello， 这么美的店长啊，请问班长，能不能给条裤子？下半截。有点漏风，大哥有点漏风。我还行，我本身的个子吧，下半截也没漏太多，他俩几乎。其实没有衣服和这期的主题是非常的相关的，大家猜一猜吧。啊，衣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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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谐音衣服。哦，衣服，衣服俱乐部 ，if。对，大家猜一猜。if 你什么都没有，这个旅行怎么办？对，肯定是这个，对吧？对，这期的主题就是如果在旅行中变得一无所有。哎妈呀，一无所有。连衣服也没有。我就知道没有那么好的事儿，还给你按摩。被骗了。那咋办嘛？你们能把我们衣服找到吗？小铺。这样，这里有个小百宝箱，给大家看一眼啊。这箱子里边有两样东西，里边呢有一个可以帮你们找到衣服的地址，然后呢还有三辆车，当做你们的移动交通工具，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啊。但是必须拿你们身上的一样东西来寄存。那来我这个，那不要，那啥呀？你们还有别的东西寄存吗？我这是身上的东西啊，要贵重的。哎，并不要，不要，不要。发卡，发卡。不要，不要，不要。不，天，你们说清楚，说明白，不是贵重物品置换吗？你这不是贵重物品，不给了。那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吧，大家拿个名字置换一下地址，好不好？名字。名字就是这一期有一个人来选一个名字，然后用这个名字来置换。可以吗？可以，你们选一下。好，第一个名字您嘞，您嘞。第二个名字姚妹儿，我们四川的姚妹儿，你们可以拿着，女孩子。她叫姚妹儿吧，她最小。第三个名字卡雀青，卡雀青是卡雀青什么意思？东北话卡雀青，卡雀青就是。摔青了啊！对，那你拿着呗，你拿着呗。对，是我吗？那我叫啥？你叫卡雀青。你叫卡雀青了，这一局拿着卡雀青。行，那我给你们吧。好的，那我们可以置换吗？啊，可以啊。对啊，同意。好，卡雀青，卡雀青。今天的营业就要结束了，我们呢不是冷血的节目组，我们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保暖的外套，还不如我身上这身呢。这是我穿过、我戴过的帽子啊。分明是我们泰囧里面的帽子。
这都太囧里面的。哇，还不错哎，月月的，来，还不错，这宝强的。哎，我这个怎么跟沈月一模一样的？咋这穿上这什么胳膊没了呢？我说这个要怎么穿呀？来来，我帮你。嗯，这摊证呢？这还不如这个暖。妈呀，这是。这样吗？这不是这样啊？嗯。一挑看缺啥少啥啊？卡缺亲你。卡雀青都惊艳了，卡雀青看起来还不错。哦，有点范儿了。没有那个安定套，喜欢这套衣服。哦，小心小心。哇哇！不在时装周，两位。哎呀！哇！很显比例，卡雀青。哦、哎呀妈呀！哎呀妈！没事没事没事，保持保持 ending pose， 呼吸。Cool。加州，好了好了，来看一下原版原版。哇！哈哈哈哈哈！呜！这是啊？这我走。Hello。走走走吧。系好安全带。哎呦我天！哎，你看，宝宝，你拍快拍那边照片，拍云海，哇，太棒了，人间仙境，真的是。刚刚说是要去一个商场里面是吧？啊，真是去商场吗？啊。那去商场难道我穿这样？这样，难道突然就给我们扔到那边了？然后，哎，我觉得不至于吧。这太过了、哦，这不是生存了你的节目。哎，但那样子也挺好玩。哎，我跟你想法一样。你之前录没录过综艺？没录过，第一次哈。那迪哥，你第一次录综艺的时候会紧张吗？也是，嗯，我第一次录综艺就是当群体主持了，那种群体主持，很多时候重点不会放在旁边主持人身上，除非等到他们 cue 你，所以我后来自己就喜欢谁没说话，我就会 cue 一下 ，cue 一下，对，就这样子。人很好，迪哥。他们说什么？我们俩有很多共同爱好。你有什么爱好？我俩现在看看有没有啥共同爱好。说你喜欢打坐。我喜欢冥想。冥想？嗯。是要放空还是去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什么的？我自己的话就是静静的打坐，然后什么都不去想，然后只要有一些思绪跳出来的话，就是以第三者的方式去观看我的那个情绪当时是怎么样的，然后再把它送走。怎么说呢，就是让自己内心变得更强大的一种方式。哦，你也是打坐吗？我喜欢钓鱼。我也挺喜欢钓鱼。是吗？嗯，因为我是一个很急躁的人，然后我是想法特别多的人，所以我是训练自己让自己安静，觉得我需要有这样的兴趣爱好，但我发现特别喜欢。现在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就是我平时日常的一小部分。
那咱们俩确实挺像，我感觉那种状态会让我比较舒服，嗯，不用想其他事儿，就可以完全的放在这个上面。那咱们俩得起个名字。远。不远，八远。八远不远。八远。不远呢、啊。到了。在大众之下穿裙子，好尴尬。这个他谁能看出谁来？我们是一个组合，太过传奇，太囧的走访。我都一年半都没回来了，然后就穿这一套。终于到了，我们赶紧找一点那种时尚买手店，换一身皮。哇哇！给我什么我都想穿，适合我吗？适合。逛一逛，好不容易来呢。哦。哇！可以开始挑衣服了吗？我要换个帽子，赶紧换帽子，这帽子我受不了了。啊，这里到了到了。哇！在这里挑衣服啊？哎，我看到一条裤，这个可以，挺适合你的。IF 俱乐部已经开启了第一个 IF 旅行。如果大家突然变得一无所有，我们不是冷血的节目组，待会儿大家赢得游戏的话，就可以在这个服装店随意挑选衣服。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关于服装的游戏，大家抢答，各自为战，积分最靠后的要继续保留现在的穿着。要保留到什么时候？保留到这期结束。太过分了，仔细想想能不能忍受，好像可以，还可以啊，还很遮阳。这个宝强哥可能要穿这身，我感觉哈。谁呀、啊、你觉得呢？给我点机会好不好？杨迪，你知道你尽量别说哈，别老抢答。我不知道什么游戏呢。其实规则很简单，就是看图猜艺人啊。还好吗？就看图。他说是看衣服猜，肯定是。对，没错。大家凭他们的穿着去猜测这个人。这一盘应该卡血腥比较占优势。我盲猜一下，有李诞。就是一个去头可食，西服，一个蝴蝶结。对，李诞身形很好。第一题，来吧。三，二。黄渤，杨迪对，啊，你不要再计分了，好吧？你的分太多了，你说你不想换衣服？对呀、啊，你太牛了！有杨迪不知道的事情吗？好，下把我给你们。他天天上网做功课，而且他知道该查些啥。而且要不然他能到第四季吗？那些人就是因为答不上来淘汰的，是吧？对。下一位，我来了哦，我已经知道了。天哪！哎呀，这么眼熟，你看那个脖子上那个配饰，谁呀、啊？王一博、蔡徐坤、陈立农、鹿晗。看我，这是谁？看我，杨迪，不是。都演成这样，他们。啊！上！那个，我不是我的人。哦，好。不是。我都没想到，我跟大家一起猜，我也在穿。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个是海清呢？因为海清姐当时在那个直播的时候，欧豪，你是我的神，她就这样子。哦。她那个衣服我特别眼熟。哇，你这太牛了！大家别难过啊，你们也会有机会的，未来都上网嘛。好，下一位，她的衣服也是蛮有特色的。这次我要抢。来吧。抱歉了各位。王心凌，我的王心凌，杨迪，你真是综艺王啊！你综艺百科全书，你们都在前面坐一排，我在后面这么徘徊，这样显得我的那种碾压感。好，那我们下一位，
孙俪。孙俪。孙俪。错。蒋欣。杨迪。对了。真的假的？这衣服你都认出来？这华妃的衣服呀。不让本宫放肆也放肆多回了。哎，我觉得这样子啊，从现在开始，杨迪如果说错一个，他就扣分为零，好吧？重新开始。对，因为他跟我们起点不一样。对，要不然不公平，杨迪就得扣分。可以，不是，这个蒋欣这个衣服很好猜，不是我的问题，是你们出了问题，是不是啊，观众朋友们？下位估计又是拼大家语速的时候了。啊，肯定大家都熟。给他们的，那就给他们的。给你金牌，给你。我没有。这是谁？该不会是新人？太那个谁的歌，名字都送到嘴边了，我真服了他们了。梁咏琪、秦海璐。错。我不知道。陈绮。我是陈绮的那个。红色的谁？刘敏涛老师。对，刘敏涛老师，我知道是他。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等等等等，请问这是刘敏涛老师在什么节目里面？卫视有一个晚会，旁边是韩雪，还有那个……哎，你怎么来得及看呢？就很红啊！你问了，我答了，满意没？佩服，金牌。好，下一位。啊，背景是刘青云，不是，但是后面那个人很奇怪，谁在他耳边给他趴着啊？啊，什么什么我爱我家，比较早之前的电视剧，这应该是比较早的电视剧啊。我要看后面那个是谁。张一山、黄晓明、邓超、彭于晏、刘亚杰。刘亚杰错。来，我们公布正确答案，这谁？杨千玺，奇迹里边的，对，基本小孩哦。我别挡你们啊，公平公平，别挡你们。宝宝，你要低一点。太往前了吧？我得抢答一个，分这么低。接下来，啊，高攻，郭丽，我先说的啊。宝强答对了。哇，高兴的要命，真不容易，咱答对那题。嗯，都知道。来，我们现在公布一下得分啊！别公布我的了，没事。第一名杨迪四分，那杨迪到现在也不过四分而已。对。宝宝一分，沈约一分，其他人都是零分。可以。下一位，这谁啊？这是舞台皮裤红这一个啊啊，那个唱泡沫的邓紫棋。你看他穿皮裤，看了皮裤就邓紫棋，汪峰、蔡依林、那英、汪菲，汪菲是谁啊？汪菲，皮裤都被你们猜完了。华晨宇，我也觉得是华晨宇。错，啊！我直接给大家公布答案吧。李宇春。选了照片还是个他戴墨镜的，打了一层码又是一层码。你其实就拿这张，他们也猜不出来。下一位，啊，那个雨神，那个小李，为你，什么？张杰，杨迪答对。你坐下，你坐下，我坐会儿。你别玩了，你坐着吧，你坐着坐。别玩了，让我都没对手了这一季。那上一季的对手是谁？周深啊，他们贾玲姐他们都还好歹上会儿网吧。来继续翻，汪峰。咋是汪峰呢？宝宝加一分，汪峰。哎，猜汪峰老师得皮成这样，对，这种皮出来的。下一位，这全部是皮货啊。迪丽热巴、古力娜扎、邓紫棋，答对 ，yes。为什么？主要其实是看了一下。下一位，这是一个，这谁瘫坐于此？是真看不出来，李诞。李诞，
答对。啊，我就是随口一猜的。就是看到这种帅的衣服就往李诞猜就是了。我盲猜一下，有李诞。下一位，李诞。李诞不是。徐峥。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无人区里的啊？对对对对，徐峥。那个宝宝答对了。这么帅的照片，你能猜到，你也是可以。我看的不是您的帅，我看的是底子他玩的土。哎呀，我想多了。下一位，哦，我知道，张柏芝，宝宝答对。哎呀，可以。宋小宝，宋小宝，宝宝答对了，我知道。哎呀，黑雪公主。现在宝宝和杨迪打平了。啊，打平了！好，抱歉了啊，抱歉，我来了，你来吧。哎呦，能不能猜一个咱？下一位，吴京。啊，不对，黄渤。不是那个谁，李佳琦。哎，不，那个什么《爱情公寓》里面那个李佳航。答对。哇，卡雀青捡漏。哦，他模仿吴京是吗？那跟吴京好像啊，那个。我的镜头在哪？下一位。高叶应该不是，不好意思。高叶，卡雀青回答对了。他说应该不是，我补的。没有，我先说的。他要反我。卡雀青感觉有点崛起了。好嘞，这是啥？就是那个跳高运动员叫什么？他是跳高运动员，跳高的吗？不是跳高。仔细看他身体上的字，衣服上的字。杨迪答对，卡雀青又答对一题。啊？你还在答？没有，我看见我迪哥，我有点激动了。现在的吊车尾是张一彤、沈月蹲的最前面的两个女生。我可以给那个提示啊，可以协助一下你。好，小沈阳，宝宝答对，小沈阳。哎，你不是要帮我吗？你不是让他们几个吗？不是，你太……你忍不住哈、啊？不是，你为了超过我，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我不吵你了，给说好了，我给你提示，你看我啊，看我下一位，阿宝，宝哥，别宋小宝，就唱那个我的送分题来啦，我的送分题来啦，杜海涛，贾玲，真哥答对。不可能吧？啊，这不是贾玲，是贾玲，是百变大咖秀时候的。啊，那她啥时候这么瘦呢？真的，你还是去吧，你坐那儿挡死了都看都看不到。下一位，杜武江，刘德华，答对。看，轻易不出手，出手即得分。你50岁以上的演员，你随便给。好，那我接下来正要找一位了。刘欢，恭喜真哥。看你50岁以上随便改，我这是随我站起来就是，你看你得积极一点，你分擦擦的。跟年龄有关好吗？跟是不是站起来无关。好，许文强，因为我脱口而出是许文强，因为他是角色造型。是陈月。哎。这个简单吧，这是少年。好了，年龄可以稍微下来一点啊，稍微的这个下来一点，拉到顶了。对，好，我们最后两道题。其实现在还有谁有危险？他们应该去比。他们俩，就你们俩比就好了。完了，我要穿这个衣服，穿到这局结束。准备好，请看。啊？孙俪。不是吧？这是个男生，男生。啊，我知道，徐敏浩。怎么我？沈月答对。我？你知道为什么？我看那个戒指，就是你今天身上戴的那个。真的是啊，这是你，真的是啊。当时是什么情况？你为什么戴了那个头饰？啊，因为是签售会的时候给的头饰啊。一头没事，一头你穿这身很好看。对，我也觉得他可以。是的。对，最后一题，这是那个，我再给你机会，张译，
这陈思诚，这陈思诚，啥玩意陈思诚啊？王宝强。沈月答对。这是明显的，这是。多经典的照片啊！这是士兵突击。我虽然很喜欢看士兵突击，是因为有段时间就觉得士兵突击很像一部偶像剧，就我觉得宝强哥演的那个许三多那个角色很像一个偶像剧的大女主，然后所有的男性角色都在为他服务。你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哈？对对对，就觉得一直被宠爱这样子。哦，你说我一直被他们宠爱。然后那个角色又一直就是自己很坚韧，一直在往上生长的那种角色，就找到前行的动力。对对对。现在倒数第一的是伊桐，很遗憾只能保持现在的服装了。好，服装了。好，可以挑选衣服了，就是我们随便挑了。我挑这个，我喜欢红的。哎，我喜欢这个校园风。这个是红的。我选一条裤子。好的，今晚我们将入住的是天空之城，具体的房型将根据游戏能力来定。出发吧，走，让青春鲜活一场，应付俱乐部走一步是一步，走走走吧。哪一个房间最大啊？有一个什么星空房，听说。哇，这很不错哎，来，这好棒，哇，这好棒，这是赢了的人睡的，我也要。大家这个时候就要拼搏了哈。他这肯定不是一人一个房间，两张床肯定是两个人一房间。宝宝，我不会跟你再睡一个房间的。我不会给你的，你放心，我也不会给你一样的。你那葫芦打的比那雷响的都响。互相嫌弃。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小帐篷区，这是最差的，最差的吗？睡的，它是真正体验大自然。这个帐篷太残忍了，这个我觉得适合征哥、山征哥哥睡这儿。山征哥哥住这儿可以，这个我觉得适合山征哥哥。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宝宝。你在这里简直是你往那一坐，太完美了。宝宝找到他的房间了。感觉我们俩今天晚上注定要睡这个地方了。我不会跟你再睡一个房间的。哎呀，这看过以后确实大家斗志都出来了。房间，哇，钥匙都摆在这儿了，加油吧朋友们。今天早上开始在青春小铺已经让大家一无所有了，那自然晚上住哪儿也是个问题。所以待会儿我们的游戏就是用来抢房间。我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只准备了两个大床房和三个床位供大家入住，如果你们输了，只能我们安排哪里你们住哪里。安排了房间，睡袋小帐篷，闻到泥土的芬芳。这个帐篷太残忍了。所以有两个人要睡这个帐篷。不，说不定你们都输了，你们全员都要睡到小帐篷里面去。那何必呢？那么好，就在那空着呢。不会空着，他们工作人员会去住。对，今天的比拼对象是我们的节目组。不仅是你们想入住这些房间，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想入住，所以你们都要选。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就像功夫里面一样，那个小孩出来。哦，我听出来了，你们都没听出来啥意思。
意思就是你们节目组跟导演组 PK， 是这意思吧？我们听出来了，是这意思吧？就是我们输了就听导演组安排，导演说你们住哪你就是住哪，就是你们集体就住一个，不是你们是我们。你什么时候成导演组的人了？把我们都摘出去了。完了之后，我们如果输了，我知道你跟黄老板已经加上微信了。啊，没有了，没有了。我只有一个要求，就只要不跟王宝强住一间房间就可以了。对，我也得意思说，千万别让我们俩在一起。对，我们俩。我跟你说，我今天困得要，我刚睡着，打的雷就是这呼噜比雷还响。我今天打的雷比呼噜还响。嗯。您真是会聊天。所以我们是要玩大叉圆圈吗？我们玩的就是 bingo 游戏啊。 bingo 只要连成横竖或者斜的就完成了 bingo。 OK， 明白。环游记。嘉玲，你是个托是吗？我必须让你闻到泥土的芬芳。谁给我选的？这太第一个游戏叫做吹纸巾，往上吹不让它掉地上，行不行？谁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玩啊，就是一个纸巾你一直吹不让它掉地上，看谁在空中待的时间久，是吧？你去，你外面去试一下，这个有点难，有点重吧你那个。不要让它掉地上，看谁坚持的久。对，看谁在空中待的时间久。这可以，来吹。你用点劲儿吹，薄一点，你面积要大一点，用力，用力吹，这样吹啊。你撕小的不好吹，薄一点可以。别别，不能那么撕，你得这么撕。哇！对对。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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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你找一个肺活量小的。哥，怎么你就觉得人家肺活量不咋地？对呀、啊，我一直看着他，他一直躲避我的眼神。先试一下，先试一下，先试一下。好，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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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不要放个狠话？嚷嚷我大哥，嚷嚷我大哥！好狠的狠话，这话太狠了，这。Round one, ready, go！ 哇哇！下子儿，下子儿，哇，这个是挺累的，这个。Round two, ready, go。预备，开始。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来，你这边。现在你已经到星空房了，你会看到很多星星，满头星星。这个星空。
你可以啊，你，你可以摆在右下那个位置，蛮好的。你吹那儿放那儿不太对啊、哦。一会儿他赢了，啪往这一放，你就得还得再吹两次。他已经摆好了，宝宝。你哪里人？工作人员的内应。预备备，开始。哥。哎。哇！他的纸到他的怀里去了。哲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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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远。哲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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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应该算我赢吧？算你赢，算你赢，算你赢。你给他卡住，哎、卡住，你看，哎，你看，你看，你还得，是不是？我刚才说让他放这儿，怎么？哎，宝宝，注意立场，注意立场，注意立场，老师加油！我们的荣誉就在你身上了。来，预备备，开始。你放一个，赢了。这个确实很考验肺活量。那接下来第二个游戏，就不听指挥。就不听指挥。这样吗？这样。嗯，看这边，看这边那个。然后我们的口号是：青春环游记的时候要做出那个手势。青春环游记。来，好，我来。青春环游记，来，你来吧。嘉玲姐来呗。一看就好，那个操控，就是要挑那种会输的人啊。青春环游记，青春环游记，哎，好了，来，我试一下啊。嗯，青春环游记。你甚至，我都你慢出，你还指错地方，赢定了。试一下啊，青春环游记，环游记。这简直跟着我来的人，他手也断了。选嘉玲姐实在是有福报。先猜拳嘛，赢的人先比划啊。来，石头剪刀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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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啊，你俩太有默契了。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哦，好，我赢了哈，你还想变？啊，这样。我先指挥啊。好。嘉玲姐，请看这个，这个往哪去你就往哪去就好了，这规则就这样的啊。什么？青春环游记。环游记，不要输了，烦人！好好好，来，好来吧，青春环游记，环游记。你怎么快呀？快啊！快赢我了，你也输了。去吧，你快赢我了。没事没事，你去。觉得你就可以。你主动，然后那个人你就啊，你在干什么？你还要不要屋子？对，咱们是一起的，咱们一起。我现在至少在前面，来来来，青春环游记，环游记。哦，嘉玲，你是个托是吗？我这是帮你的，是不？选嘉玲姐实在是有福报，来吧，青春环游记，环游记。哦，我错了，我又错了。你对了，对啊对啊，中了，对了，我又对了吧，我都无语了。你已经不打算连自己了，只管堵我的路就是了哈。没事儿，来吧，好来，完了，其实有点不好操控了，突然发现都是下意识的。青春环游记，又错了。嘉玲姐太好操控了，这好，你堵上他，堵上我上面那个，堵上他上去，上左上左上，堵住他，天哪，堵住我，我堵他干嘛呢？我连我呀，你堵他，然后你就下来就够了，我再赢任何一个地方，对，不用堵他，我们只要自己赢。哦，他只要再赢一下，他就赢了。好，青春环游记。
青春环游记。哦，赢了 ，yes， 赢了，赢了，他赢了。好，可以。好嘞，那我们的比赛就继续，下一个游戏叫做左一拳右一拳，看谁收回哪一拳。这个游戏谁玩？那我来。好，卡雀青出战。卡雀青，你选谁？东北人，跟东北人来。卡雀子出来。你好，青哥。啊。我必须让你闻到泥土的芬芳。来，预备开始。左一拳，右一拳，右一拳。看你收回哪一拳。怎么还出两个拳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有人都出拳头呢？东北人不坑东北人呀，真的。不对不对，下子儿下子儿，来，预备走，左一拳，右一拳，看你收回哪一拳，一下。预备，左一拳，右一拳，左一拳，右一拳，看你收回哪一拳。不对，这不对，不带这么放水的。你俩是不是认识？不是，我脑袋没有反应过来。你是不是也是鞍山人？你是不是也是鞍山人？你哪的？我长春的。再来一局就赢了。左一拳，右一拳，看你收回。这不都输了吗？没有呀，你至少打平啊。你又不知道他收哪个啊？还带平的？嗯。下第三个字。恭喜卡雀青。接下来游戏叫做脖子转呼啦圈。哦，那我来。宝宝绝对没问题，宝宝绝对没问题。哦，这个架势上去已经赢了。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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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选人。你去选个没脖子的。谁脖子短呢？那个我还真没看出来，后面那个扇大哥眼神已经杀过来了。你看这位大哥怎么样？这位大哥脖子我都没找着。可以，就他。好，好。来，先试试完一下，预备，开始。哇哇哇！可以可以可以，谁不选的？我得找找感觉，你这怎么弄的这个？完了完了，我再试试，我再试试啊。哇，你好像真不行。选错人了，这没法选。哥哥哥，横着转也可以，横着。其实你稍微斜着点就可以。找到那个律动，横着转。稍微斜着点。律动，这个就是范丞丞的丞。得弯着头。哎，对，这个好，这个。哎，好，这个可以。弄的这个，你弯着点腰，弯着点腰。对，有了有了有了，一、二、三，好了，感觉到了没？感觉到了没？感觉到了，来开始，预备，开始，哎，开始，对对对，哎呦，好轻松，哎呦，一米，一米。腰上去了，宝宝只要一旦掌握了，对，我掌握技巧了，掌握住了。我笑多了。哇！预备，开始。哦，这下行了，稳了。你看脱了衣服就是不一样。你宝哥，宝哥的表情，你怎么不下中间啊？刚才你刚才教别人教半天，加错了。你不提示一下？提示，以为你很有主见。
预备开始。哎，差不多。再来，再来。哎，又差不多。再来。又差不多，又差不多。宝宝，你俩就睡一间房算了。你俩就一间房，大家就不用那么累了。大家配合太默契了，惺惺相惜。你俩今天晚上去二人转。那天早上起来，俩人嘎就晃着就出来了。你俩怎么越转越不会了？完了，找不到感觉了。预备，开始。那这次是你。我说了。不用太着急，要找到那个节奏。好，开始。好啊！宝强哥，你看一下你那个籽，废籽。你不得不下另外一颗废籽。你很被动啊，现在。我怎么杀这么一个棋呢？不知道。送人头。走一步看一步嘛。走一步是一步，来吧。预备，开始。哎，赢了！你再赢一次，来开始，加油！对，好了，宝宝赢了，好不容易啊！好，我们最后的游戏，扳手腕。我觉得那肯定是宝宝了。什么就是我呢？你那么大劲儿，你一般说话。我想玩这个游戏。好，我玩这个。来，找好支点，姿势一定要摆好。预备 ，Round one, ready, go！ 这太……哦哦。加油，翻过来！哇！快！来！太厉害了，这个。放中间。对。右手再来一局，证明一下我姿势。还要继续掰。一同差不多行了，明天还得录哈。准备啊！三、二、一，走！哦！一同抢占了先机。哦。是用笔杆子的手啊！天哪！哎呀，胳膊肘卡秃噜皮了。慢点，别卡缺筋了。缺筋，没意思。犯规！你这个犯规！放下个子儿。啊，没劲儿了，已经没劲了。手现在已经开始软了。好，第三局决胜局，预备，开始。加油！哎呀，你左手好强啊！哎呀，好了，我要是你，我就放弃，这样大家都不辛苦。不就是让一同睡间好一点的房间吗？左手力气会比右手大一点。恭喜一同，谢谢我们的编剧老师，厉害！钥匙都在这儿。那大虫。所以现在你们赢得了两个大床和三个床位，但是各位有七个人，等于说有两个人要去睡那个帐篷哈。对，你跟许峥你俩再一个，没关系的。然后我怎么叫没关系的？你都不跟峥哥睡，我觉得你精神上三兆元老，你牺牲一下自己，给道德绑架，道德绑架，你跟峥哥可以一起那个，你也不嫌弃我跟着我睡吗？我不，没关系的。那你没地儿睡了，你今天晚上为什么我没地儿睡？你怎么知道？我因为打呼，我跟我一块你就没法睡。你自己睡个单间。这次一无所有的旅行，大家都辛苦了。我们可以给大家增加一次拿到房间的机会。哦，太好了，谢谢。成员们面前放置了一排盲盒，但只有一个盒子有更好喝的鲜牛奶越鲜活。成员们可以凭感觉找到这个盲盒，选中有越鲜活牛奶的人，才可以获得额外的房间。这也是让青春鲜活一场的越鲜活为各位提供的一个福利。祝各位成功开启越鲜活带来的好运。你们有五次机会，就是二分之一的几率嘛。那谁来啊？让女生先来吧。七
赢了吗？赢了吗？空的。啊，我觉得三一定有月鲜活。三号，当当当，空的。我只考虑了0.09秒，我就选四，里面一定有月鲜活。为什么是0.09啊？0.09秒是月鲜活杀菌时间，在0.09秒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快速的给牛奶杀菌，留住牛奶原本的味道，好喝又营养。OK， 有喽，失败。我这个才是月鲜活，五。当当当当，还是空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怎么，最后一个谁选？你个儿高，你选那个。二，啊，就有，哇，哇，yes。 那我们抽中月鲜活牛奶的胜利组，一起来干个杯吧！解锁我们更活力、更青春的旅程，让青春鲜活一场。一彤，今天你没换回自己的衣服，但我们不是冷血的节目组，今晚天气降温了，我们会把你的衣物还给你。好，明天我们将会带大家去到沙滩老街。好嘞，好嘞，走了。好嘞，谢谢。哎，我们就去找房间就好了。就哪几间房？我们看一下房。我睡帐篷，我本来就想睡那个帐篷。我想睡那个星空房。那咱们住这儿。耶，星空房。两个标间儿。就这儿吧。走吧，睡觉。拜拜。晚安。拜拜。感觉还不错。哇，这房间还是可以的。杨姐，你晚上睡觉那个什么吗？我不能保证我不能，但是不是？但可能跟真哥比，我会好点吧。他呼噜声比那个今天中午睡觉不是打那个雷吗？比那个雷声还大。但是我睡觉会梦游，有时候。真的吗？真的？开玩笑的吧？我就睡到半夜，就是老是在梦里打架。你梦里的人不走，不走起来。不好说，做梦因为打架就是打特别猛，特残忍的。睡觉在梦里就是跟真的似的。你在火那不会捶着这床当当响吗？那就不好说，我就是提前跟你说一下，就是你别介意啊。有，还有大床房吗？睡觉了，睡觉了，晚安。咱们睡觉啊，各位老师辛苦了啊，晚安。哎呀，好舒服呀。今天穿那裙子。平时见不到的，我平时比较排斥穿那些东西的，啊！但是虽然我不喜欢，他们喜欢，还是值得一穿。感觉还算挺有意思。但是按摩之后，他们把我们所有东西都给没收了，一无所有吗？没有啥太大负担，不是在无人岛一无所有。你当时是怎么突然想到要去做练习生？那个时候真的是对于我来说是一无所有，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是第一次一个人去海外。嗯，我父母是因为没有多余的钱陪我去海外，因为飞机票很贵，就是对父母来说是很大的负担。嗯，父母给我带了一个金戒指，就是说你如万一是被骗的话，金子的话到哪都可以换。嗯，对，而且那个时候练习练了一年多的时间，你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出道，也不知道出道之后也不知道你会发展的，对，你会发展的什么样。所以练习的那一年里对于我来说是最痛苦最累的，因为你语言不通，感情根本也深交不下来啊，都是海外的朋友。嗯，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每天晚上做梦都会梦到父母，几乎，然后经常哭着醒。思念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对父母
你之前会觉得很依赖他们，很思念他们，就自己一个人就是这种孤单的感觉嘛，而且也没有人可以完完全全的去帮你分担或照顾你的感受。那你当时自己觉得希望大吗？出道的其实没有希望过，那个时候不管怎么累就觉得你都来都来了，就尽量的让自己快点成长起来，想尽快帮父母可以分担他们，就不用给我花钱，就你后面你没有任何东西，你只有往前走你才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你才可以让父母以后过得更好，就是干嘛，对，就是要继续下去。你当时那些成员跟你一起训练的，他们环境好吗？我们成员属于那种有难同当然后一起起来的那种，我跟每一个人都可以掏心的聊天，一起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然后慢慢到现在，有很多人爱我们，8年的时间。那这样子算起来你们比我厉害多了，我也拍了7-8年戏了。但你都是一个人呀。对，一个人。所以你也是一点点打拼出来的。可能我稍微幸运一点吧，就是刚出来拍戏的时候就有戏拍，就已经很幸运了。然后后面也有过半年多没有拍戏，因为我当时我想要演那种可以让我显得像一个演员比较有演技的东西，就会去找那些走文艺的然后需要演技的，比如说那些什么运动员呢，会为了那些戏去练习啊，比如打乒乓球什么什么的，天天去试戏，然后试了半年嘛，感觉导演他们都挺喜欢我的，但是我都没有上，后面我就发现是因为我长得根本就不像那个人，因为你没有那样的经验和经历，对，那我肯定演起来会比别人困难得多，还是要找适合自己的角色，对，但是我当时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真的一点顾虑都没有，而且我每天都很开心，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是对的事儿，而且因为当时可能也相对来说比较一无所有吧，就算我这个事儿做的不对，又或者我这半年拍不了戏，1年拍不了戏，我也就现在这样了，因为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现在回过头想，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顾虑的东西就会比较少，对，你心里就只会想着我认为是对的东西，一路走下去，不管它是能成还是不能成，我就只能走这条路，就是干，就是往前走，就像那句话说的吗，光脚不怕穿鞋的吗，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观看更多精彩内容。早上好。哇，下雨了。拖鞋是湿的。下一个拖鞋。云海，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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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起来吧，要不然。走这个山路啊，让我感觉实在太热了。现在我们拍戏的人去山里边，是不是？其实很多游戏我全都知道怎么玩啊，不过还没跟哥哥们处的特别熟，所以不太好跟你们想说啥说啥，因为不能没大没小。所以像以后像做游戏，哥你有啥不懂直接问我就可以。行。我觉得大部分我都知道该咋玩。我一看你就是很会玩，你知道吗？一回生二回熟嘛，后边就开始主动发功了。我爸我妈还说，我说我来这个节目有王宝强老师，儿子你去了一定要跟他照相啊，一定要合拍啊。阿姨这么说，说好阿姨肯定看《士兵突击》啊什么，可能会比较多一点。都看过太监呀，就全都看过啊。哥哥，你的成长也是很励志的。我从小也学过武术，我3岁半就学武术了。啊，没错，一看他们练武之人，就是有武德啊，文武兼备，两项不误。对，全部兼备的。所以哥跟徐峥哥有10年没有见了？没有，那倒没有十年，就是没有在一起合作。对对对对。但是见还是经常会见。哎，现在在你们心目当中，女演员就是电影咖，你们觉得谁是最头部的？女演员，周迅吗？周迅啊，还有呢？章子怡，巩俐，啊，章子怡。所以95的女生里面没有电影咖是吗？95的电影比较少。啊，电影感觉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可望不可及。大家都是把剧拍出来了，才有机会去接触电影。我们整个团体的活动就是以海外为基础啊，因为我是中国人嘛，所以，你得常回家。想常回来，但是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所以能回趟国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在外面那个演唱会啊或者什么的，咱到有时候你给哥说一下，因为哥外面有很多朋友啊，干嘛去看你演唱会。没问题没问题。你就能唱又能跳，综艺又能演戏。这两天谁李星也演戏也挺好的。对，我特别珍惜这一次回国的机会。这中国好多地方都没去，我真的希望以后可以有多点机会去感受一下我们。哎，你真的，其实你做这种节目的话，就有很多机会去。对对。刘教授。嘿，早上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芋头乡。那我是文化推荐官，那今天呢就由我带领各位老师漫步遗迹沙滩，大家可以跟着我往前走啊。好的好的。芋头乡
所以在这里旁边是有一个沙滩吗？啊，这个它是以前这边有河叫柔吉溪，是由河道它冲击上来形成的这样一个村庄，所以我们才有了沙滩村这个名字。游川景区包含生活气息浓厚的沙滩老街，也有赏花采摘相结合的四季采摘园，还有传统文化和潮流文化相结合的永宁集市，是绿色乡村旅游的典范。哇哦，那里面有非常多我们黄岩地道的非遗作品，还有我们传统的美食等等。小伙子小姑娘来尝一下，这个看着可以啊。啊，这个是红茶黄岩特产。他们这里的翠园你吃过吗？特别好吃。哎，你吃一个，你要增肥你吃一个，这个这个真的很好吃。杨迪可以吃一个。好吃好吃好吃，这一个就抵一顿中饭了。应该不吃的。我最近在减肥。哇，好香啊，好香。真哥咬不咬？这个真的很好吃。对，我咬。其实它真的还可以。这个不是还可以，这个是超级好吃的。馅儿挺。好了，你别吃了，你拿走吧，干脆。青团的，梅花糕，梅干菜腊肉饼，天哪！哇，搞笑减肥。这个是我们黄岩的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番黄竹雕。番黄竹雕因其雕刻在毛竹内壁的黄面上而得名，色泽光润，类似象牙。制作商经过去青、取黄、煮、晒、压等工艺，雕刻上各种山水、人物、花鸟图案，成为工艺品。可以雕人像吗？可以雕的，这个是人像，有点像以前那种古画哈。它这个雕工是很细腻的哈。哎呦，这个好漂亮，这个。他年头差不多有30年了。我父亲1997年创立的时候，哦，我还没出生呢，我都没30，他30了。1997年你出生了呀？1997年了，不好意思吧？别把自己往小了。就我俩就喜欢茶的。哎，这种颜色有什么说法吗？我们这边的纱布窑青瓷的话，它是主要是以青黄色为主的。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非遗。哇哦，好漂亮啊。因为什么它会变成青色？因为加草木灰，还要加一些氧化钙那些进行还原以后，它就会变成这样子。橘神，橘子的神，橘神。这个是根据华岩的那个传说，不是传说，这边是中华橘园嘛，文创产品嘛，创作的。对对对对，橘神。对对。哇，这个杯子真的很漂亮。谢谢师傅，走了，谢谢哦。谢谢啊。哎呦，哎，这个是香包。这里是我们的香包，也是我们的一个非遗。沈宝山香包，1880年的。都是一些中草药放在香包里面啊。中草药。哦，是那种陈皮。只需要拿这个磨吗？就是花椒吗？这个可以填一下。应该这个是碾药船，你可以试一下，感受一下。我也想买这棵树，好好看。大家可以猜一下它的树龄有多少？这个得往大了猜。450，200年，800岁，800岁了。对，800年啊。对，800年的老樟树了。我的天哪，好舒服，这里坐在这儿乘凉也好。逛了那么久古风古韵的沙滩老街，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品尝一下黄岩当地的特色美食。哇，那我得多吃点。哇，好期待啊。这儿有雅迪冠能电动车，好漂亮哦。感觉还不错。哇，吃饭喽。好饿。对，我饿的都两眼冒金星了。怎么还不上菜？好，各位成员辛苦啦，
这里是黄岩的最后一站，所以我们会给大家吃顿好的，准备了很多黄岩当地的特色美食。哇，来上第一道菜。哎呀，哇，这雕锅，这是我们坨坨的红糖炖土鸡蛋，这个菜是一个铁品。黄岩坨坨就是我们历史很悠久的做纯手工的红糖基地，但是这个土鸡蛋是做成那种糖心的还是糖心的？对对对，你咬下去里面是糖心的，流汁那种。平时啊疲惫啦是吧？这个红糖炖土鸡蛋汁啦，能够补充能量的。对，是这种。哎呦，这个其实完全是一个南方人的习俗。像我小的时候到人家家里面去做客，他就会给你吃一碗水葡萄，是一个点心，是一个甜品。师傅怎么称呼您？我们台州楼记餐饮董事长楼启健。知道了。哦，我也知道那个。赫赫有名啊！哇，接下来上第二道菜。来来来来，哎呦，一个大砂锅，哇，仙人鸡。哇塞，砂锅。我是浙菜非遗传承人黄晨，因为这个鸡呢，我家做了这个鸡呢已经有38年了。哇哦！这个鸡呢，在当地是特殊的一个烹饪方法，我们这里叫仙人烧，就是两个大铁锅相互扣起来，放在火里面炖。汤的汁水是我以黄酒为主，然后加了一点热水，基本上在这个炖的过程中啊，它就不另外加水了，就把里面的水分全部都这个烧出来。哦，还有它的寓意也比较好，我这个鸡的烧出来的香气啊，连天上的神仙它都闻到了，神仙就会下来吃我的鸡。哇，对，所以这是我们黄岩特色菜，叫长台胖头鱼，就是那种喝一级饮用水长大的那种鱼，是吧？对，因为我们长台水库了，就水质是达到国家一类水质的，然后它是没有一点泥土味的，就是吃起来了，然后它是因为跟水质跟矿泉水就差不多，是我们台州人的大水缸。哇，这道菜叫做，这是富山绿豆面。哎，这里边这是什么？这是里面是那个沙蒜，是肉类吗？沙蒜是一个软体动物，海里的。哇哦，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好了，美食当前，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吃，但是，想要吃到这些美食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次我们的规则是在吃饭的时候要拨通你们朋友的电话，你要边打电话你自己边吃饭，如果他在这个过程中问了你在吃什么，你们只能放下筷子，没得吃了。只要是被发现你在吃东西就是结束，不能嚼得太猛啊。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好的，你们谁先开始都可以。沈月先打吧。你坐在中间，就你了，就你了，就你了。你打，你给谁打？给孙谦打。爸爸接电话啊。喂。哎，铁子。哎，铁子。你在什么地方呀？你在高铁上。今天回去啊？耶。你是不是那个你想去哪旅游？我想去个暖和的地方旅游。比如呢？去海南啊。去或者去上海迪士尼怎么样？可以啊，没问题啊，你想去哪儿我陪你去。可以啊，什么时候去上海？我25号去。干杯。来来，你吃，你吃这个东西，多吃点啊。干起来。我在台州呢。哇，好好吃这个。全是美食，真好吃。这是哪个师傅给你做的菜啊？全是美食，真好吃。什么这么好吃？好啊，铁子，刚刚我们在玩游戏，还好好想了一下去哪儿玩。迪士尼还是可以去的。好了，打扰了，打扰了。拜拜拜拜拜拜。下一个我来打，我给孟佳打啊。再不接电话，我要挂掉。等会儿，等他接着再说。Hello， Hello 呀！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暗号？我在录节目，你看到我们节目没有？看到了呀。看到了哈，我们这次阵容很强大。多强大？宇宙爆炸。你不是看到了吗？你说一下我们有哪些阵容呀？娜扎，还有手要在动。有一个我的好朋友，我的哲远兄。哦，嗯。哎，你觉得他们录节目谁综艺感比较差呀？喂，好卡，喂，可以听到吗？嗯，反正综艺感比较差。我觉得杨迪的综艺感最差吧？怎么能这么说呢？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没有再上升的空间了，所以往差的走了。嗯。我已经上准上准了，是不是？你在吃什么？你在吃什么？Nice。Hello， 江哥。你在吃什么东西？我一直在吃东西。我有一度怀疑你耳朵需要检查一下，有几下我都有点听不清我在说什么了。在咀嚼，然后在咽口水。我们这个游戏就是跟你对话的同时，我吃东西会不会被你发现？我都有点撑了，感谢你救了我，我刚都快噎着了。拜拜，凤姐，谢谢了，谢谢了，快去吃饭吧。啊，拜拜。那我来吧，我给林浩然打电话看看，先把东在干啥东西摆好了先。你就放开了吃，帮他举着话筒。啊，这个鸡一直没人吃了。对。喂。喂。哎。咋了？哎，浩然，你在干啥呢？我在家呢。哎，你那个雪滑的咋样啊？现在本来不是说去新疆的，然后没去，封板了已经。你到了几级了？我高档现在可以啊，就我双黑可能费点劲，我估计30度差不多，30度了还行。我现在偶尔卡个刃能飞起来。哎，你那时候不是那个骑摩托车那送外卖，你被人认出来了没？没有啊，一直没认出来。那你伪装还可以啊，摩托。再不亏吗？你还急吗？这两天北京开冷太凉了。那你来台州吧，台州不错。这气候好，路况也好。哎呀，我这都抽不过去。说我都听你在吃东西呢。太狠了，自己吃乐了刚才，不是太大了，满嘴都是塞，满嘴都是塞，吃的实在是忍受不下去了。哎，浩然，你别挂啊，你稍等啊，旁边还有一位，你给。哎，浩然，你能听出来我是谁吗？浩然，你能听出来我是谁吗？啊，我听出来了。是谁？徐峥导演。我以为你要说猪八戒呢。你好，很不幸我跟王宝强又碰上了。那个今天上网上看到照片了，陈哥两个人扮的太囧，那造型有点丢人啊，年纪一大把。对对啊、哦、有时间我们在北京聚好吗？好嘞，打扰啊。我们也邀请浩然啊。好，我本来想说我们也想邀请他下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你刚才跟他说呀。我正想说你挂断了呀。想过了就算了。错过这次没在这儿了。好，下一位我来吧，给张艺兴哥哥吧。好紧张呀，他之前在海外本来想要见一下的，然后特别忙就没有见成，但打电话的话估计2年半没有打了吧。一打电话就是吃东西，就是哦，哥，喂哥，哎，我现在在台州拍一个节目，就是《青春环游记》。哦，《青春环游记》。嗯，很适合你。你在干嘛呀？我在拍戏。哥，你在拍什么戏呢？我在拍一个跟舒淇姐的一个电影。嗯，张家辉老师。嗯，那应该很辛苦吧？还好。还好吗？那你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还在海外呢？不知道最近在哪个城市呢？平潭。啊，我哪个县？嗯，吴哥。哈你们那个节目是吃饭的节目。输了吧？输了什么？啊，输了。他们要吃东西，然后让你听不出来我在吃东西，然后听出来的话就输掉了。
这你政策也太明显了。没有，他就往我嘴里硬塞。哥，打扰你了，好好拍戏。没事，你有什么事再给我打电话啊。好的，哥。有时间的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来这边玩。行啊，行啊，行啊。好的，哥。那我们再联系。好嘞，好嘞，拜拜。你知道你刚才把这个冬瓜船上的鱼尾巴啃了吗？是吗？到底吃了什么？不知道呀，太紧张了。我这跟哥好久没有打电话了，突然打电话，我都不知道该讲什么。啊！下一位我吧，我给浩帆打，对我的好朋友浩帆。天哪，是你干的事儿，我就再还给你。你至于到？哈喽浩帆哥。哈喽一彤。给他加点菜。到你了。下面下面。把这个灌到嘴。你在拍戏吗？还是我在拍戏啊。在拍戏？拍什么戏？一个网剧。他拍多久啊？现在在干嘛？现在在干嘛？好。吃饭了吗？啊！你在吃饭？哪有这么主动的人啊？你吃饭了吗？你在吃什么？好，下一位，我来。我给赵艳艳老师。哇，应该耳朵很容易一个美食专家，对，美食专家，钢琴家，音乐家。哇。导演 ，Hello，Hello， 燕燕。哎，导演好的。你干嘛呢？你干嘛呢？我这是准备出门，你是在学东西吗？更快。真哥刚有点过于猖狂了，每句话都是。我刚才用的。我要打给朱星杰。你跟朱星杰拍戏认识的是吗？他们之前是一个组合啊、然后他是我这个团的队长。来，好，开始了，鸡腿，哎，你等他接通了以后再开始。说，说话，朱哥。哎，九远。耶。咋啦？我在录《Yeah What's Up》。Yeah What's Up？ 这怎么放下？我这录综艺哥，然后我们现在在。张飞不是张飞不是我结束了结束了，他已经问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没有没有没有。朱星杰你好，我是杨迪，他在吃东西。你哥对你刚才问他是不是在吃东西，是不是问了哈？没有，他说你在。对啊，他是不是在吃东西啊？他在吃一个很香的鸡腿。好，你最后评价一下他在团里的那个演唱技巧。好说啊，朱哥。没事你就说。他是很多人在这看着呢啊。他是我们当年整个团队里面的舞蹈和这个 vocal 担当是最好的。vocal 担当。算了，朱哥，他们是我们公认队里最强的。谢谢朱哥啊，谢谢朱哥，这种夸赞的话，就是咱们放在心底就好了，谦虚的。谢谢。你唱一首你们以前出过的歌嘛？不然唱《青春环游记》这个歌。青春是梦想的翅膀，预备走。青春是梦想的翅膀。的翅膀，给他一个鸡翅膀，给他鸡翅。不好意思，嗯。游戏结束了，美食可不要辜负啊！嗯。这个土鸡蛋做的太好了，真的不错。我刚一咬，没想到它就是流汁了，整个蛋弹性的。真的，这个美食专家做出来确实不一样。你细细的品尝，它的功力都在那个汤里，包括那个红糖那个水蛋，哎呀，太好吃了。这个鸡翅真的很好吃，鲜的不得了啊！真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形容，只有对，只有自己亲自张嘴来体验。好鲜啊，这小虾米。这个虾饼特别鲜。
OK， 那我们今天的台州谎言之旅结束，下一站我们在台州的临海见。好，让青春鲜活一场，艺普俱乐部走一步是一步，走，出发临海。4月16日21:10，欧派2023向美好奔赴，闪耀歌会暨无忧之夜年度盛典，敬请准时收看。欢迎来到东湖公园，哇，太漂亮了，这个古人生活在这边。本季我们联合微博开启青春环游记 IF 计划玩法，多种定制发博主力任务、实况点评等不定时派送，来微博跟 IF 俱乐部成员一起开启美好旅程。感谢腾讯新闻、百度、超级星饭团、超级艺星网、驴火娱乐、独角秀、星芒、金一文化、华语之声、环球在线、观众网、爱豆、飞熊、泛爱豆、中华万年历、至于成果娱乐、影视聚焦、咸鸭蛋生活、杨子巷、异样风情、轻松省会等节目的支持。人人都是导演，人人都是导演。